今天又看见一只胖橘，不过那个胖橘胆子很小，一直躲在后面不敢出来。然后它还是胆子很大。我今天没有带广角镜头，所以这个，但是我今天带猫粮了。我看能不能把这个胖橘引出来。胖橘，来。你过来，我喂它了啊！现在在这等着呢。这个胖橘胆子也太小了吧，跑了。